今天给大家唠唠 SP 姜维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首先咱有一说一，这个姜维其实在技能这方面设计的并不是很出彩，和山包姜维的技能设计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一技能困粪，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慢苦流的苦肉，但不影响这个武将依然是帅的。原话帅，台词帅，技能虽然说不强，但是也不跟你扯那些有的没的，就是暴雪摸牌啊，稳定的过两张牌续爆，还不错啊。因为慢苦流啊，讲道理是比速苦流强很多的，毕竟你速苦流啊很容易就无效过牌，我慢苦流稳当的一血换两牌，怎么操作都不是说特别亏。当然我们 SP 姜维的强度在于它是结束阶段苦肉，那结束阶段苦啊，回合外就可以多存牌啊，打防守反击。然后我们就说到了他的二技能冯亮，说实话这个技能蛮有槽点的。一是你技能名叫冯亮，有点小出戏，遇见诸葛亮我还冯被冯香冯大宝呢，是吧？就三国杀啊，这个技能名起的真的是越来越迷了。第二点就是啊，凭什么你遇见诸葛亮之后你就学会挑衅了呢？这挑衅是跟诸葛亮学的吗？有点奇怪啊。说回技能本身，冯亮这个技能是和困粪绑定在一块的，而 SP 姜维是三国杀为数不多觉醒前比觉醒后强的一个武将。这个技能看似是个觉醒技，其实更像是个限定技啊，给你一次复活的机会啊，有强度，当然也就仅限于此。因为你复活之后你就是个三血脆皮，不对啊，不是三血，两血，根本就没有血量去困粪。挑衅给你用你也不会用得很舒服，主要是因为挑衅这技能本身啊就是时代的眼泪，真的不如直接给我回满血，我继续四血单困粪啊。当然 online 的蓝姜维的挑衅啊是那个牛逼哄哄可以挑衅两次的挑衅，这个就另说啊，觉醒之后的强度肯定还是可以的。这个武将总的来说呢就是帅啊，原话很有情景感啊，绝境遇丞相，把魏蜀主色调蓝红两色的过渡给展现出来了。不过最帅的点还是台词，纵使困顿难行，亦当砥砺奋进，这句台词真的很棒。我一开始以为是从哪摘录过来的，结果好像真的是三国杀原创，那这就得夸夸了。这句话直接当作文素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，特别是当作文标题太合适不过了。 OK， 这是 SP 姜维，技能虽然不强，但是台词原话真的帅的一批，直接就拔高了这个武将的层次。纵使困顿难行，亦当砥砺奋进，心属虚实，众将切勿背待。